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不止二弹跳。原神四师正比集已完结，活动攻略之金币小游戏原神 4.7。好的，这一边是活动第二关，他给的是这个闲云。然后我们还是依旧是 E 技能和三次 T 技能。闲云 E 技能可以往上跳。神丹一可以飞起来，就是先把地上的吃了再吃空中的，得小心两个球中间是有这个丝线的，球技空中有这个大的，这一个大的顶十个小的，没有顶两个小的。这边弹幕比较多的情况，咱们就扔个 T 雨伞一封鱼赛。一封鱼赛。这个被击中的无所谓的，反正我们这个血没有上限。不会因为没有血的就失败。一封。该迟到那个大的了。鱼赛。或如此。一封一赛，咱们就爽次啊，600分就算满了。一封一封一赛，一赛弹幕多了，咱们就问个 T。 一封一赛，一封银赛，一封银赛，好，一封，好了，这边搞定。